这底下竟然有成片龙影血落，怪不得有火焰兽首在附近。这里的火焰之力，竟然强到能让赤羽圣衣复活。 用点你崽子的血肉炼丹吗？还真是不依不饶啊！别浪费精力，小的带走就行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要去找拿到赤羽圣衣的家伙。他们在找赤羽圣衣，难不成是九天道宫的人？竟然有人能潜到这里，呵呵呵，何方高人呢？别草，出来见见吧。 手段如此狠毒，果然是九天道宫的人。听起来，你是九天道宫的对头啊！正好，帮我们一个忙吧。你先带小火焰兽跑。死了，不对，还有的救。 天天早上找人清梦，还有完没完了？我说要来盯着你，可不是跟你做采路烧火的丫鬟。你什么我也看不客气了吧？本小姐不干了。那看来你是不想再变漂亮了。算了，我找别人来。你再给我三粒养颜丹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你做的牛肉和马肉都太难吃了。那你想怎样？捶腿。 做梦！冷静了没有？吃了我的丹药，道理懂不懂？懂，我再给你揉揉肩。小姐，你怎么给别人当丫鬟了呀？ 小姐，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这眨你妹！滚，都滚！我服了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我都说，我全告诉你。你们总坛在哪儿？公主叫什么？宫内多少人？都是什么修为？我一个黑分堂小小的左使，连堂主的名号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知道九天道宫公主的名讳？我只知道，他们都管她叫，去死吧！ 这是阵法，懂阵法的人，几千年前都被我们杀了个干净了。你怎么？难道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？看来你知道的不少，替我保密。你放了我，我绝对不说。哼，我相信。 没想到赤羽圣衣中圣女的火之力这么快就消耗完了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再找。父老啊父老，你走之前倒是把方法告诉我呀。唉，走了两天了，帝京把我引到这儿来干嘛？ 圣火宗，看样子是个不小的宗门。也不知道我和师父死后，凌霄门怎么样了。
这样顺眼多了。这破遗址宝贝没找到，吸引过来的修士倒是富得流油啊，够咱哥俩好好赚一笔了。宝贝留下再自费修为，我就饶了你了。什么人？想黑吃黑，同道相见，江湖规矩，二八开。第一，我和你不是同道；第二，我从不讲规矩。去滚！好好一片遗迹，被你们俩虐得跟贼窝一样。尝尝老子的引兵毒火！我若是开了两条灵脉，定将你们杀得片甲不留。看来不用我们动手，他自己就能把自己冻死。这是什么？我在，他不会死。他快咬我死！传奇凝气境十二重，什么傻瓜，最有天赋的人！这是我当初突破地境时凭空出现的锁链，地境蕴含的能量竟然与劫雷中的星空之力相同。我懂了，地境是来自星空的保护。敢对公主无礼，受死！你是什么东西？哪儿来的？穆爷爷，您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九天道宫的小贼可是全被我宰了。这小子竟敢拿手指点你，收拾他我还是做得到的。不是，哼，原来是护卫，还真没礼貌。我替你教育教育。区区一个凝气蛊虫，我打得你叫爷爷。这。青红渡影，身法还不错。刚才那玩意儿呢？再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如你所愿。什么东西？